哎，你看一下，是不是在这个位置丢的？对，麻烦你把时间再往前一点。好。对对对，这就是 Lucky。 这男的一直在跟着 Lucky， 他手里好像有个东西。这怎么了？ 应该是狗贩子，之前有一起，也是公园作案，从围墙翻出去，外面有他的同伙接应。别着急啊，我再看一下其他监控，如出一辙。 再多睡一会儿嘛 ，Lucky 啊。
好了好了好了，嗯，再睡一会儿啊。嗯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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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起来了啊。谁要吃鸡蛋呀？待会儿啊。吃饭了吗？吃过了，钟姐。好嘞。哎，这回阿慧没有赖床。我倒是想赖床呢，可是我家 Lucky 不让啊，是吧 ，Lucky？ 啊。Lucky， 你有没有想我呀？阿兰呢？阿兰啊，今天早上给我来电话，在新疆玩的可开心呢。Lucky。哎，你们说人家去那都是看美景的，他去那儿能看见啥呀？来，看不见，听得见，闻得着啊。哦，去闻味儿啊，闻羊肉串味儿，葡萄干味儿啊。人家不仅能闻得见，还能吃得着呢。哎，我就没这个福气了。我从小到大，我连咱们市都没出去过。来，成，下回你也去啊。哎，来，来 ，Lucky。我去换衣服了，钟店长。哎，走走走 ，Lucky。怎么了 ，Lucky？ 是要你的超级英雄吗？来来 ，Lucky， 玩去吧。钟姐，哎呀，李冰来了！哎，上礼拜没来，是出差了吧？去了趟海南。我说呢，来，快进来。好。阿慧，李冰来了。好，我现在过来。哟 ，Lucky。Lucky，Lucky， 是不是想我了 ，Lucky？ 我有礼物带给你啊，看，看这是什么？你别老给他零食吃，不要把他惯坏了，养成习惯了怎么办？哎呀，没事儿，磨牙棒不算零食。哎呦，你这块好僵硬啊，最近是不是挺累的呀？能不累吗？去海南岛采访，拍了3天3夜，我现在胳膊都抬不起来了。你们这次多少人去的呀？还多少人？就我一个。我们小电视台不比大电视台，采编播后期全都我一个人，那说明你全能呀。用我们领导的话说叫复合型人才。嗯，那你们这次是去采访什么呢？采访在海南那边的东北人。哦，海南那个地方怎么样啊？美啊，挺美的。
你继续说，我想听。就是有阳光、沙滩、椰子树，我觉得海岛都差不多。我能想象得到。想去啊？我听你讲讲就好了。阿辉啊。嗯。你有多久没出远门了？眼睛看不见以后就没有离开过这儿了。哎，要不这样，等有时间了，我带你出去走走。不行，我出去了 ，Lucky 怎么办？那就带 Lucky 一起出去啊！你看 ，Lucky 也想出去走走。其实，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去过海边，那个时候眼睛还没事儿，我还见过海鸥，成群成群的，一点都不怕人。但是后来眼睛看不见了。我又老觉得，那可能只是我的一个梦。那我们就让它不是梦。谢谢啊。好，没事，再见。愿这座城市的每一个人都卸下满身的疲惫，微笑着面对生活。记住这平凡的一天，8月28日，这里是 FM 调频95.5，我是主持人金妍。Lucky， 今天是8月28号，是我们相识的3周年纪念日，你开不开心啊？要不要一起庆祝一下呀？阿慧，
阿辉，我给你带了汤，趁热喝点吧。来，过来喝口汤。阿辉，别太担心了，Lucky 很快就会有消息的。你说 Lucky 会不会已经死了？阿辉，你别胡思乱想。阿辉，你别这样。我还能怎么样？ Lucky 现在等着我去救他，可是我瞎了，我什么都看不见，我哪儿都去不了。Lucky 肯定会回来的。肯定能回来。李斌，你能带我去找他吗？求求你了，你带我去找他好不好？好，我带你去找他。这还不算完呢，他逮着我们家儿子那运动鞋了，噌的跑过去，然后揪着那个鞋带左摆右摆，左摆右摆，满屋子转，哎呦，把我气的，你不知道，太好玩了。谁料中介你这么有勇气敢养二哈呀？我听说，二哈除了叫哈士奇这个名字以外，还有一个名字叫拆迁办主任。对，还叫三种梅。嗯，这么多名字呢。哎呀，兰兰回来了。你们不好好工作，在这聊什么呢？兰兰，我们的旅行家回来了。兰姐，兰姐什么时候回来的呀？我今天早上的飞机。慢点，兰兰。我说你不在家休息一天，急着跑过来干啥？想我们了？我这不是也不累吗？再说了，我自己一个人在家太无聊了。我还是跟你们在一起比较开心。吃饭了吗？吃过了。哎，对了，我给你们大家带了礼物。还有礼物呢？那当然，还有礼物呢。钟姐，哎，你不是喜欢吃坚果吗？嗯。你看看这个，这叫沙漠果。沙漠果。嗯。你尝尝好不好吃？谢谢兰兰，不客气。阿慧，小周。我给你们两个买的新疆特色的小花帽子，哇，是吗？帽子，给我试试。这个是阿慧的啊，阿慧的，哎，在这儿，在这儿。这个是小周的，小周的，谢谢。戴上看看，哎呀，真好看啊。嗯，怎么样？哟，你看跟阿慧多配啊，好看。钟姐，钟姐，钟姐，你看我呢？你更好看。兰姐，这次出去玩的怎么样呀？挺好的，我这次呀去了吐鲁番，嗯，我去了吐峪沟，还有火焰山。嗯，听说火焰山那个地方呀有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温度计。温度计，我朋友说啊，它长得可像孙悟空的金箍棒了。嗯，对了， Lucky 去哪儿了？我还给他买了牛肉干呢。 Lucky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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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的牛肉干儿，开心的。哎呀 ，Lucky 丢走，自己偷偷去吃了。这小家伙真是。嗯，你看，有只大狗。哟，真乖哈。车辆进站，请您坐稳扶好，注意上下车安全。
请问是六路吗？是。谢谢。哎，慢点啊。谢谢。麻烦哪位乘客给姑娘让个座儿。哎，姐姐，你坐这儿。谢谢啊。来。好，谢谢啊。哎，等一下！哎，师傅，等等，来，慢点，上上车。哎呀，哎呀！啊，妈妈有狗！这车上怎么还让带狗啊？弄这么大一只狗，没拴上人怎么办呀？真是。对不起，它是导盲犬，特别乖，特别老实的，不会伤害人的。闲的没事牵这么大只狗出来瞎跑什么呀？说怎么说？真对不起，真对不起。它接受过专业的训练，真的特别听话，特别老实，绝对不会伤害人的。老实？你怎么不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呢？这人呢？眼睛不好使，心眼也不好使。哎哎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什么怎么说话呢？我说他呢，说你们了，他吓你也吓呀？也不知道谁是狗，逮谁咬谁，可能有狂犬病吧。你骂谁呢？你再骂一个，我看你才有病呢。他带这么大狗上车吓唬人，大家评评理，应不应该啊？应不应该？哎哎哎，少说两句。这位女同志。带导盲犬上车是我们条例允许的，麻烦您啊回家查查去。司机都说了，什么条例？我才不查呢！条例允许了，我允许了吗？征求我同意了吗？这位大姐，真对不起。你别叫我大姐，谁是你大姐？开车吧，还没完呢。师傅，给我开门，让他赶紧下车。你下去，孩子都吓着了。是。这位女同志，您如果实在不愿意和他们坐在一起，您可以下车等下一辆，我没有权利让他下车。公共交通啊，不是为你一个人服务的。哎，就是坐得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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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去。多长时间了呀你？行，你等着，我肯定投诉你。开门，走。真是。我就不该带 Lucky 出远门。更不该带他坐公交车。阿慧 ，Lucky 不是因为你带他出远门坐公交车才难过的，他难过，是因为他受到了排斥和不被人理解。都怪我，要是我不带他出门，就不会遇到那个人。阿慧，其实今天你遇到的只是个别现象，绝大多数人都是同情和理解你的。阿慧，你还记得当初我采访你的时候问过你一个问题，盲人最大的心理障碍是什么？你还记得怎么回答的吗？不勇敢。今天你和 Lucky 就很勇敢。是吗？当然，你带 Lucky 走出了适应圈，这看似一小步，其实需要很大的勇气。不是的，我今天只是一味的在说对不起。除了说对不起，我也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阿慧，以后就让我来帮你吧。你一直都在帮我啊。不，我是说照顾你，保护你，就像你像好朋友一样。对对，就像好朋友一样。明天你还休息吧，我们带 Lucky 去海边吧，开车去。啊，海边啊？对啊，
我们去闻闻大海的味道。放心，有我在不会有事儿的。是不是要喝水呀？是不是累了呀 ，Lucky？ 嗯 ，Lucky 他累不累我不知道，反正我是累了。你看 Lucky 玩疯了，可不是嘛？三年了，第一次带他来海边，他当然开心了，是不是呀？啊 ，Lucky，Lucky，Lucky， 你看 Lucky， 工作起来像个保镖，玩起来像个孩子。哎，给我 ，Lucky 最棒了。怎么了？没怎么。阿慧，以后有时间我们经常带Lucky出来玩吧，好吗？好啊。怎么了，Lucky？怎么啦 ，Lucky？Lucky， 他怎么了 ？Lucky 想嘘嘘了，是不是啊 ，Lucky？ 行，他东西在车里，我去拿。嗯，好。怎么啦 ，Lucky？ 憋不住了 ，Lucky？ 那走，走。哎，姑娘，往前走啊！这儿就行啊，这片小林子，过来，两口在这儿方便就行。谢谢你啊。哎，没事儿没事儿。Lucky， 随随便便别被人看到了，羞羞哦。嗯，快去吧。李斌给您来电，请接听。喂。喂，阿慧啊，你们去哪儿了 ？Lucky 他憋不住了，然后我带他到小林子这边来了。在哪儿？你往前面走，左拐就到了。哦，你们怎么过去的？啊，有一个好心人带我们过来的。哦，行行行，你别动啊，等我来找你。嗯。Lucky， 好了吗 ？Lucky。Lucky， 你看到 Lucky 了吗 ？Lucky，Lucky 呢？刚才上厕所，然后他突然就不见了。你别着急，刚那么一会儿应该走不远。嗯，你在这儿等我，我去找。好，别走啊，就在这儿等我。Lucky。Lucky， 你好，有没有看到一只这么大、这么高的狗？你好，嗯，有没有看到一只这么大、这么高的狗？哎，好像，啊，对，对对。你好，你好，你们有看到一只狗吗？哎，你好，你们有看到一只狗吗？没看见，没有。有没有看到一个拉布拉多？这么大，嗯，没看到。这么大，这么高，
好像在那边。Lucky， 大概这么大，这么高，这么大的狗，有看到吗？不行，你去那边找找啊。没看见，没看见，没看见。这么大的拉布拉多。Lucky。听友朋友们大家好，这里是 FM95.5 凤凰交通音乐广播。在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，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，他的名字叫做阿慧。在今天啊，他有一封特殊的信想要读给我们所有的听友朋友们。我叫阿慧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盲女孩。从小我在孤儿院长大，可是我却有一个天底下最棒的亲人，他也是我的眼睛，他叫 Lucky， 他是一只3岁半的黄色拉布拉多导盲犬。3年前，我们相遇在高城市的导盲犬训练基地。那个时候的他还特别小。现在的 Lucky 已经40多公斤了。可是就是在3天前，我不小心把他给弄丢了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丢过自己最心爱的东西，如果有的话，你们一定也能体会到我现在的心情。 Lucky 他不是我的一部分，他是我的全部，他为我付出了这么多，我还没有来得及报答他，所以我们现在还不能分开。我在等着 Lucky 回来，我相信 Lucky 他也在等着我。如果说幼年时的意外使我失去了看世界的权利，那么失去 Lucky 才会真正使我的世界一片黑暗。所以我在这里恳请大家能够帮帮我，希望大家能够为我提供找回 Lucky 的线索。我相信 Lucky 一定也在等着好心人去发现他，解救他，让他重新回到我的身边，重新回到这个充满善意的世界。希望好心人能早日帮忙找到 Lucky， 希望他可以早点回家。阿慧加油，转发呀，爱心接力啊，大家尽量多转发到其他的群里，一定能重逢。姑娘别急啊，我一定能找到，大家一定要坚持，你一定会找到的。一定要坚持，有什么事情大伙都留意一下身边，我看见过去，我只是来来来，都起来了，起来了，吃饭了。
吃饭了，都吃饭了啊！嘿，没吃吗？你不饿呀？行，鱼你总该吃了吧？不识好歹，不吃就挺着。起来了，起来了啊！吃饭了，起来了，小胖子，起来了。吃饭不积极，脑子有问题。起来了。这两人怎么还在这儿？你们回去等吧，有消息了，通知你们。谢谢。咱们回去等吧。走吧。哎哎哎，啊！老潘，老潘啊！不是我跟你说，你要不在这瞎打，他能糊得了？吃吃吃，就知道吃，别磨叽了。一人给你们一下子。都在这瞎叫什么？哎，啊，狗跑了！快快快快，快点！Thank you.
阿慧 ，Lucky 呢 ？Lucky 在哪儿？别着急，就在里面，我带你去啊，小心台阶。这个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，有什么事情我第一时间会给你发。右边，右边，小心。你们在哪儿找到他的？夜班巡逻的民警在我们所东边的一个废品收购站附近发现的，就在前面。Lucky 到了，就在这。Lucky， 你怎么了？不是 Lucky， 跑！让你跑！让你跑！哇，跑啊你！我让你跑！死去吧你！我叫你跑！啊！追你多费劲呐！哎，干啥呢？跑！别行了，行了，干啥？打死！我弄死的我！哎呀！再打打死了，你还卖不卖了？还卖个屁呀！哎，阿慧，我真的不知道那不是 Lucky， 他的体态性格都跟 Lucky 一模一样，我以为那就……其实你知道那不是 Lucky， 三年前是你带我去训犬基地认识的 Lucky，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？我还不是怕你呢。这不重要，我没有你想象当中那么脆弱，我更不会把对 Lucky 的感情寄托在任何人身上。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等着 Lucky 回来的。慢点啊！开大门！你说挺好挺好的狗，活活让你把腿给打折了，才卖这俩钱儿，你说你……那你把它弄回来，腿接上。你养活着，这别说那可没用的了。要不是因为你，你这谁？喂，谁呀？对，吉娃娃呀？哎，在，吉娃娃还在。
喂，哎，在那个吉娃娃在，就是昨天吧，有人过来看了狗了，然后人家定金都付了。只要和狗狗有眼缘，之前那个人付的定金我来赔。顺便问一句啊，这狗的五针疫苗确定都打过了吧？哎呦，你放心，我们这儿啊都是正规宠物店，每条狗的疫苗证都是全的。那个，这手机号是您微信吗？我加您一下，给您发个定位。您明天上午10点过来啊。别明天了，明天有事儿。今天吧。今天？啊？那有事儿？今天？啊行。那下午4点。4点。4点。啊哦。好，下午见。后边的事儿交给我们了。阿慧，你先回家吧，好吗？走，哎，交过来，站好了啊！这么瘦的这回，饿瘦的，腿怎么回事啊？你瘸的？哪那么多废话呀？怎么样了？可以。时间差不多了，走吧。走。用点什么呀？用什么里面自己随便看啊。你好，哎，看看吧，咱们家猫狗齐全。老板，我们来看吉娃娃，之前给你打过电话。啊，赵哥是吧？嗯。吉娃娃在这儿呢，来来来，纯种的吉娃娃，来，看，动，完事了。我们不看狗，看你。这车你认识吧？不认识。这回认识了吧？上面人是你吗？那条拉布拉多导盲犬呢？卖了。卖哪儿了？李斌给您来电，请接听。来电，请接听。李斌给您来电，请接听。李斌给您来电，请接听。喂，阿慧，狗贩子抓到了，也问出了 Lucky 下落，我们这就过去，在家等我消息。找到马上告诉我。好，放心吧。
Lucky。林医生，颅内出血，手术非常成功，命算是保住了。至于什么时候醒过来呢？我们也无法确定。接下来会送到重症监护室继续观察。
这狗怎么还在这儿？这是医院，你赶紧把它带走。哦。要是再送晚点啊，这条腿啊肯定保不住了。单就目前来看，就算是痊愈了，也不可能恢复到像以前一样。到底怎么弄的？啊，是让车压的吗？应该是让人打的。什么人干的？怎么这么狠啊？宠物主人出来一下。好。这个药呢，是一天一次的。然后，哎，别动！这个，这两个你一定区分好了。哎，拉黑，拉黑。拉黑。拉黑。钟姐让我跟你说，店里一切都好，让你别挂念。小周跟阿兰，他们俩老是嚷嚷着要来看你。我跟他们说，你现在闭关修炼呢，不轻易见人。等你出了关，再跟他们好好聊。钟姐今天给我看你小时候的照片了，你小时候怎么那么黑呀？跟现在完全就是两个人。还有 Lucky 也挺好的，他一直在门口等着你，不吃不喝，怎么叫也叫不走，所以你得快点醒过来，不能让他等太久了。Lucky， 你看谁来了 ？Lucky， 你看谁来了 ？Lucky 现在这种情况，如果一直这样下去，恐怕会……其实我很多次想带他离开，但他总是找机会溜出来，他认路。
我这次找你聊，就是想跟你说，让 Lucky 回到训练基地。阿慧现在已经没有能力照顾他了。按照规定，服役期间主人出现这种情况，导盲犬必须回到训练基地服务其他盲人，完成他的服役期。阿慧他会醒过来的。李冰，你听我说，我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，我也一直在给阿慧时间，所以才一直拖着没过来。可规定就是规定。其实这种情况，阿慧在接受训练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，也通过签署协议接受了。李冰，你知道吗？全国有成千上万的盲人，可具有专业资格的导盲犬却不到300只。拉克不只是阿慧的眼睛，同时他也是所有盲人的眼睛。Lucky 一定要今天回去吗？嗯。Lucky， 走了。太不可思议了，左侧瞳孔居然有反应了。你是脑部受撞击之后失明的，对吗？嗯。应该是脑部的右侧受伤吧。我不记得了。那时候你多大呀？嗯，也不记得了，应该是很小的时候啊。很小的时候，哎，这就说得通了。大夫，什么意思？您说明白点儿。啊，我猜测你小时候受到过强烈的外部撞击，脑部啊形成血块，因为年纪太小，当时就没做开颅手术。这里的血块呢，就一直压迫着你的右侧视神经，久而久之呢，视神经缺血就萎缩了，眼睛啊就看不见了。这次车祸之后的开颅手术，恰好解除了脑部血块的压迫。但是，右眼的视神经已经基本坏死了，左眼还好，因为你长时间的昏迷，视神经啊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生长，所以说呢，你的左眼又能隐约的看到东西了。那他这种情况是暂时性的还是？没有接触过类似的临床病例，我还真说不准。不过经过一段时间的康复训练，加上药物治疗和镜片矫正。左眼恢复到低视力水平应该是有可能的。低视力？你先听我说啊，这种单眼低视力属于盲残当中的最低等级，借助注视镜啊，基本上可以做到生活自理。
阿辉，太好了。当然了，你目前的情况呢，还是存在着一些不稳定的因素的，也不排除再次恶化的可能，所以你要调整好心态，配合我们的康复治疗，好吗？好的，好的。阿辉，好好养病。阿辉，太好了。阿辉，你一定要听医生的话，只要调整好心态，你的眼睛很快就能康复了。嗯，我知道。能看得见，应该是每个盲人的心愿吧。从小我就奢望着能看见大海、田野，还有高山，还有……阿辉，等你眼睛完全康复了，咱们就去看 Lucky， 好吗？Lucky， 谁要吃鸡蛋呀？Thank you.
这个。那这个呢？好，那再看看这个，看不清吗？你的视力已经恢复到0.4了，这真是个奇迹啊，阿慧！恭喜你，阿慧！谢谢。阿慧。李斌，你能带我去见见 Lucky 吗？嗯。那个是 Lucky 吗？是，是 Lucky。我终于见到 Lucky 了 ，Lucky。阿慧，阿慧 ，Lucky。Lucky 已经有了新的工作，也有了他新的主人，我们不要去打扰他。阿慧 ，Lucky， 阿慧 ，Lucky， 阿慧，你让我再看一下他，你让我再去看一下 Lucky。阿慧，不要，不要这样。走吧，走吧。Lucky， 坐。Lucky， 坐。坐。坐，你平常呢就可以跟 Lucky 慢点，增加你们的亲和度啊，经常这么做啊，记住啊。哎 ，Lucky， 大熊，走。
Lucky。 Lucky, Lucky, Lucky.